一次过塞他浪，你要被他发现，可能就吃鱿鱼了。总消费7625。要，你是觉得我很惨有钱呢？就是这个味道。整天把包放在客厅，不是放在客厅内，就是放在车上。如果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包是有理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一定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训，我不理，一次过塞他浪，我一定用完他很多了。那些红包我全部给他拆，我不理他。你来动我，你用来买电脑，因为我不会用 Mac， 我只会用 Windows， 然后 Mac 不能打游戏。这么贵的一台电脑不能打游戏，考得帅来来，或者是那最新的这些刺激游戏啊，还是那些zombie游戏，完全没得玩。我整天待在家，我一歇完，今天晚上就开心了。OK 啦 ，Yeah。昨天洁癖感觉来超过4点才到家，现在又要去做他一次，重点是心虚，你还被他发现，可能就吃鱿鱼了。可是我还是要做，妈，不给他一个教训不可以。Basco， 没有，我现在太急了哦。玩到 Basco， 这没有借了，是什么？你要不要带我打王者？自己介绍一下，你变什么名？这里在哪里？我做工的地方就是 ID。哦，这里在哪里 ？The Bomb Rainbow。你东西有在哪里？全部七七八八啊。我可以看一下吗 ？Monitor 呢？我要看一下 Monitor。Monitor。因为我的这个黑心有没有很帅的那种？都是跟 Burberry 旁边。有没有灯的那种？有。所以那些对，这些里面你要选哪种？你要带我去看一下。那 Speaker 不用马特。你要送我不是啊？是啊。你不要送我太 cheap 的啊，那几块钱的我不要的啊。你要讲给他听不？有什么介绍？有，这里也是有。那几百种人哦，就是有太熟哦，介绍就是这样罢了。要当很帅，我帮你换去另外一个，反正你说这个，可是他没那个条件。本来是跑那个跑风啊，我帮你换去跑 liquid 的。加钱呢？没有一样的，多一点的。我感觉这个比较气。气啦！你们自己讲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好玩。OK， 他讲好就好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又不会。你给我什么配套？i7 32GB 的 RAM， 3060Ti，RGB 的配件 ，RGB 的水冷。我先问你东西，这样我去看一下我们那些配件了。我们不要看好不好用啊，这种提示的东西，最主要是看价值啦。跟怕连幕后老板有钱。我们不靠老板，这全部功能自己出啊。你看他的滑鼠，做最贵才49块，这样我花这些没有意义的嘛？我觉得你选 keyboard 就对了。那个 mouse 跟那个 mouse band 我打算另外再送一套给你。哦，七选了。对，那安利价。一年模拟灯这两个 OK 吗？一样的 RGB 的长灯。我们拿了32寸的模拟灯，然后这个是有 cup 的，165赫兹嘞。可以吗？这些帅，可以就装了。来，不要讲这样多，等一下先，你等我来。不懂还会不会送？去问他。看他讲猫会送我，我再问他多一个老板。哎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60多左右吧。送我吗？哇，讲可以就可以喽。这边有什么东西吃？这几点？然后卖头点有一个那个 Mormon Salmon Fish， 要一套吗？一套吗？Salmon Fish 不错吃，我是很常吃。OK， 然后我们就去吃那间，去中间那等什么？不浪费我时间了。OK， 这些就是我们选的配件，我也看不懂，主要是英杰选的。然后我来就是杀价了，台湾买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我的猫，还有那个老板，我想要让外买 keyboard 的，他兼职哦。89块都不要送我，我们也饿了，去吃东西了。他看来是介绍我们去吃外面那个三文鱼的那个米粉，一套卖。So， 现在去吃饭，等他装好了，我们再来拿电脑。Let's go， yeah， 来说，我不要给啊，就是要 Let's go 怎样？ Yeah， 你能拿我怎样？OK 啦，给啦，还不是叫小兰？现在就来到他们后面接的 Summer Fears， 他们推荐的 ，Yeah。我已经饿到不知道这样子讲话了。
所以我们等下去吃，你要点了之后再拍给大家看，全部人推荐的，还有那个美鱼的男朋友也推荐，阿弯推荐。我完全不懂这里是哪里，个蹦罢了，我知道。刚才问他们，然后他们就介绍来这里吃，然后就从那个mall后面门走来，他跟我讲这边那边这边，然后就到了，我就这样子来啊。忘记了。然后这里什么好吃？他们讲那个一套蛮好吃，然后是三文的，就是那种三文鱼的。我还等了拿美鱼来，可是都到现在没人理我，生意不是很好。讲一下。有人坐下来就有人过去点了，可是我们一坐下来没有人理我。阿德阿伯蛮干的，你头吗？你头吗？阿德美女嘛，我在那个店。哦，阿酱你头卖多少咯？你头不一样。三叶猫一头，你？一样。是猫一样。阿酱就不一样哦。一样咩？有咩啊？啊，西茶。来去阿德阿伯蛮干。鱼饼。鱼饼啊？哦，阿鱼饼来去打多。阿伯给我看到没 ？OK， 现在我们就等我们的师傅过来，再拍给大家看画面。我的是鱼头的，哇，那个酱好料啊！我要多一份有吗？单单鱼肉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我要这样子。妈的，我没有想到你这个酱好料哦，鱼生酱的呗。嗯，我的是放下去的，它这个有放牛奶啊，香。大家看一下，我选的是鱼头肉。哎呀，其实分量蛮足一下的，那鱼肉蛮给蛮多的，而且还用的是三文鱼。不是那种普通鱼，然后它是有放奶，我还有喝到一点点少许的那个花雕酒味。喝到啊，你已经喝到了？我嗅到，不好意思，闻到，我鼻子很好的。你看它是有那个炼奶的，呜、哦，哇，真好味，很甜哦。嗯，应该是鱼骨还是大骨之类的甜度。可以来试，真的，这个推荐推荐，真的来试。这，然后没辣椒是吗？很烫哎，这种喝汤啊，你叫我拍。腿啊！它不是用那种普通米粉，它是那种粗的，比较有口感的，比较 Q。米粉有吸完那个汤的那些味道吗？老实讲没有。我很香。它鱼是拿去炸过的，真的很好吃。用这种辣椒罢了，我以为还有什么秘制啊？还有酱油，是我。哎，不要讲这么多，我们吃饭先，很饿了。这是我们早餐呢，在几点？下午两点半了，才吃我们早餐。你知道我们是有做影片的几辛苦？等我吃完了，我再回去拿我电脑，然后回去再给你们看那个整个电脑的效果。拜拜，不是拜拜，是要见啊。其实它是有自己的辣椒，然后我不知道是放另外一边，我以为是给这种辣椒 sauce 放。他跟我讲过，我才过去拿。他还有那种切的小辣椒，还有一个三八酱的辣椒，应该是吃咖喱的那个辣椒。有几种选择啦，只是看到我不懂，想到好像没有准备很多东西。啊，这个辣，除了辣，然后我有点酱油，辣辣咸咸香香样。他介绍了。什么？不好吃。服务有点。哦，是这个吗？想要他了吗？这个是美姨的男朋友阿万。哦。小了。OK。OK。67块多，三个人，三文鱼来讲，价钱可以，就是他的服务还要更新一下，员工的态度，有一个华人他的态度就很好，然后外劳那边就是很傲慢。如果老板你看到的话，你自己要知道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很衰啊，遇到很大雨啊，来的时候好了，回不去了。哇，感动死了！啊，给我给钱了。这边是5000。7625，7600多吧，减4000哦，然后去报账哦。那你够写哦，加多一个零啊。我都不玩电脑，70多千动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单，总消费7625，走，拿东西走了。他完全不要帮忙，期待了。来，我们东西再买好了，打包回府，马上收钱。哇，这个几百人是完全在看着我吗？我会帮忙了哦。看你了。
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啊，他只是拿那个拖地出来给我，然后他在那边按手机，我就全部自己搬，然后到车上了，他也是放着，然后我自己上车，然后他不用跟来着吗？你好过不用跟，我跟你讲。可是好一点，我们现在不用拿回去，他自己拿回去。是啊，陪你啦。好，给了，拜拜。啊、Thank you 啊。走，现在回补妆，然后组装好电脑，到时候组装好了，我就会去过给大家看效果。OK， 行、啊。应该是刚才下大雨哦，淹水哦。你看这个车，啊，你看那河，没有关系。这个是脚车啊，没有敢下脚车。是、啊。嗯，没有没有。啊，咦咦。哇，这么大只哦。大只哦。不臭。说我怎样，我今天都会把这个电脑组装起来，给你们看到它到底有多帅。我越想越兴奋，我要死了！我从一个格蹦回来三个小时。OK， 现在电脑已经组装好了，桌子、电脑、椅子，这个是 TT 雷星的椅子。So， 不要讲这么多，给你们看效果。Later。新闻还没来吗？没有来，这样早。哎，我家电脑在这。你家电脑在哪没？我多一个椅子，你接噻。赞助。赞助？谁赞助我？干爹。赞助你啊？要不然？这样快？要不然？有没有？有这样快没？快点给我。有没有？王啦，王啦，是啊，有人赞助阿雄电脑哎，都没有人赞助我们嘞，你看。你家里电脑没有啊，全新的。之后还是你是搬来玩的，还是把他家里电脑搬来玩的？几百年都没动过。英杰的电脑呢？而且不是，而且是放着我童年的游戏嘞。怎么，你的童年就是我的童年吗？所以就是他电脑啦，自己在家拿来，然后讲人家观色，指标脸。因为我记得我那有讲过一句话的。对。Fire in the hole。哦，那个游戏啊。哦，看得帅。我也玩了。现在就开这东西就给我，就是代表还要帮我拍一点童年回忆。不是，我们以前童年的掏血口袋。MC Construction Options。画面那些 OK 吗 ？OK 啊，不错啊。Construction Complete。哇。Training。那个感觉。Construction Complete。我记得我还记得讲完，还不错。Concrete Reporting。这你几时买的？你很早之前的噻，因为你讲以前有真的，这整台新的，你看它没有，完全一点差没有。没有，这重点是真的是有人说是没？真的，超过8000，这样贵啊！ Insufficient funds， 我给钱，你少给点，你傻的呗？太可能，真的。问题是我哪里可能给你钱，明白吧？我哪里可能？你可以不用给，我也不用跟你讨。OK， 这种巨大的东西不用我做了的。嗯，你来什么 ？Construction complete， 预备，预备来客厅。Unit ready。你多少现金？你知道吗？喂，红啦！你又跟他，你又跟他。New construction。没有，我跟你一起下来了。Unit。他来 building。他来搞你嘛？那你拿 cash， 我。要，对不起。Construction。这里。你这不是电脑去买了干嘛？是哦，因为我不会用 Mac， 没有需要买电脑，你都没有需要用，英姐不会用，然后我们公司电脑不够，你买给英姐，不买耶，他自己拿我的钱，七成六百，我帮公司升级，我没有要买啊，重点是不是你买，是我买，我硬要你买，你们兄弟之间的事情，我真的是。
你有病哦，真的是。其实呢，我这个东西也是要告诉你 ，bag 以后不要再乱放。你讲一声就好了嘛，你要买电脑就讲啦。我必须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训。你现在有伤到吗？你有很不爽吗？我不爽啊，很不爽。你玩游戏爽吗？问题是我不可能每天玩啊，我花7000多块来玩这个东西啊。还有玩多少？没有用啊。还有的游戏告诉我一下。问题是莫娜不会给我一直玩游戏啊。莫娜也有玩。你玩那个游戏？你再开给他玩就知道了，而且很爽。老伟，公司要升级，我们 CNN 要 upgrade。我们换一个方式想，英杰也要用电脑，不然他每天在家，不要过来上班。那就是拿电脑过来，不方便，就不方便。这个电脑他每天在，他每天来，他不需要每天来呀、啊？啥？不需要呗？他不需要每天来呀、啊？他怎么每天来呢？你们真的是很搞笑的，你们真的是，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一辆车的东西我还 OK， 可是你这个东西，上次车是莫娜给我，这次是我自己要的。Complete。最主要你看一下里面，可是你还是继续玩，觉得很过分的。也没有办法，这个东西是 cash 的，你不可以这样啊！你要跟我商量啊，这些都不是钱的东西。Building。没有得好商量。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教训。在家吗？在家，干嘛？你跟我讲，应该要放在房间，而且每次这样多陷阱。有没有办？我也不要讲，每个月从他工资里面扣。啊，是。哈哈哈！对，我不要屌，谁可以在工资里面扣？这个是公司，没有，这个是公司的。你讲你不理。刚进公司两个月就开始乱花你的钱了。对。你讲你不屌我吗？这样我也不屌你啊，我也不屌你啊。已经要第三个月了，这更好啊。我一个月扣一半呢、啊。你是觉得我很惨有钱啊？不是觉得你有钱，我们必须要，因为有台电脑不行。那个来修就好了。修很多次了，我看不顺眼，超级烂。反正我就是扣你，反正你不屌我就不屌。是不是？不屌啊！他不会屌你的，他更不会屌你。不会，他好像养了一个女的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你扣风险。我每次人家做手术，难做啊，现在的。好，我们来很稀巴，他在射我哎。我这样惨痛吗？这个。OK， 这个时候我就炸爆了。三十秒。炸炸炸！哎，炸！哇哇哇哇哇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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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你哪里来的钱？你有开一次杀人啊？这开枪了，开枪，别按枪！啊，打！按着！OK。来啦！你家又浪费了5亿。他讲要扣我工钱，我就没有不拍了。我现在心比他更痛。他是在享受的人，我是在痛着的人。我不懂他会不会啦，我觉得他是不会。不会。阿俏是很 steady 的，很对。屏幕前的大家，你们是不是觉得阿俏很 steady？ 如果要他付费的话，你们就在下面留言，觉得阿俏是要付费的。如果你们觉得我要付费的话，我就删除你们的留言。OK， 所以影片我已经拍到这里了啦，很长了啦，又很晚了啦，他又玩他的游戏啦，我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啦。喜欢我影片的人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邀请我们的小叮当。OK， 拜拜。